大家好，我是 Louis。 Wendy， 那我们今天要来拍，因为他的头发都是我剪的，所以我们就来拍一集记录我剪他的头发的影片。那这个卷卷的这也是我烫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是快速的看一下我平常帮他剪头发是怎样的过程吧。先喷水，你第一次在家里我帮你剪耶。对啊，多好惨。这里头我这样哦，这里头我这样哦，耳朵痒痒，因为震动嘛。这是不是还是感觉很厚？剪完了，这个因为他说他想留长，所以我就帮他剃边边而已，然后上面稍微做个打薄，不然他夏天出去戴安全帽会很热。嗯，是因为他觉得，他说他觉得我留长会像金城武了。我有自己讲的。好啦，那今天的纪录片就这样咯，拜拜，拜拜。